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今天又在王叔这里来了啊。我接了一个大单，就是我们一个朋友直接豪横的买了2000块钱的香肠腊肉啊。我这会儿来装香肠。前面试试嘛。这个是我之前做的那个耳朵，猪耳朵，这个颜色好漂亮呀。哇，这个是哪个是？这个肉也是别人买的啊，来咱们一起把它。这个就是之前老王给我们揽的那个猪头皮。你也有口福了，那个耳朵看到的，好，就想啃两口。满满的两大箱，来抬吧，先把它抬到车上。哎，把货已经装好了，再来看一下我们前天装的那一批晒得怎么样了。香肠就要天气好，这个晒不到几个太阳就好了。暂时个今天就差不多。这个香肠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货了。现在回去先把我那个2000块钱的大客户的货先给他发了再说。来吧，你来帮我捶嘛，哥哥。有个人帮忙就是好啊，至少我不用赶了，你们早就哭你了。哎，你是哪里买的？不是吗？嗯，这是拉的，想想啊，想想。我们这个朋友就相当于把年货已经备足了啊，给他安排了一点香肠、腊肉，还有腊猪耳朵。2000块钱的，他说，这个香肠真的是特别香，就这样闻到就流口水了。嗯，然后给他说，我们要跟他分几个箱子运过去，发过去啊。这个一箱我们也不敢跟他装的太多了，很容易摔烂啊，所以说就分了好几个箱子啊。哎，终于包好了，然后现在又要继续打包我们家的那个燃脂饮料了。刚好这里面又在搞活动，先和马家集训。我现在回想。